兴路267号嘛，没错，新梦剧院。啊？什么？直升飞机啊，已经让他开回去了，太高调。我在附近的地铁站下了机。啊，帮你看一看小菊，看一看张宇阁。好好好，知道知道，一句话，放心吧，一定在过年给你顺一个媳妇回来，好吧？放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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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好啊，嗯，挂了，拜拜啊。哎，我这个哥哥什么都好，就是入了坑以后天天喊一些小菊腿长2米8，超级可爱张宇阁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喊什么。哎，今天来到这里嘉兴路还蛮好的，到时候投资啊，入股。哎呦，哎呀，这还有一个小摊儿。哎呀，老头儿，爹，哎呦，这个不错呀，多少钱啊？5块，5块还不够，这么个破灯，你5块我就不买了，还是不行、啊。那50最多了，不能多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500还不行啊？难道要5万？哎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你哑巴吗？哑巴还出来做生意，这年头也是不容易啊啊！那过年了，算了，没关系，钱多，给你5万啊，不用找。哎，这个神灯，哎呦，哎呦，啊啊哎呦妈呀！哈哈，你好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我是圣灯。哦不，圣灯，我是灯神。河南味儿。快说吧，你这个愚蠢的人类，你有什么愿望？难道你想进 TOP16？哎，我本来就是 TOP16，有什么想的啦？可是以我的法力，让你见神七，好像有一点点。哎，其实也不用神七，第八也好，第八也好。你再许一个别的愿望吧，哎，我可能能让你实现一下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……我好像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。这么快就知道？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你的愿望吧。再见。啊啊啊啊！是不是弱智啊？就会凹好好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真的给我实现愿望了。哎呦，来了个姑娘，她怎么知道我想娶媳妇儿？哎呦，这个姑娘戴着墨镜看还是蛮好的。我走近看，先坐一下。哎，你说啥？姑娘，嗨，你好啊，请好。你知不知道小菊在哪儿啊？小菊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塞纳河48TMH最美之人。哎，不行，最美之人也不行，我要找小菊，我要找张宇阁。我是最黑之人。哎，不行，戴着墨镜看你是挺黑，我拿下来看。哎呦，不行，太黑了，不是太晒了吗？灯神。但是你给我出来这个骗子，你找你亲戚出来骗我，长得一模一样。哎，你说你是不是灯神？你是不是就是灯神？不不不不，不行，我就是要退货。哎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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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不要走嘛！哎呀，你放开我，发嗲也是没有用的。坐下。你能不能帮我伴奏一曲啊？可以是吗？谢谢。这是我给你写的表白的情书，嗯，你要看清楚哦。为你歌写出我每点心意 ，I missing missing you， 为你歌写出我每点爱意 ，I missing missing you， 每天咁费心没放间分寸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
为。羡慕吗你们？你来，虽然你唱的是好想你对吧，嗯，但是呢这里还有千千万万个小姑娘一直对我说好想你，下面都是男的，你们想我吗？你们想我吗？看到没有，不是你一个人对我说好想你，原来他们没有喜欢 gay 的，没有关系嘛，现在这个社会21世纪了对不对，什么都可以接受、哦、不过呢我还是要找我的小菊、哎、我还是要找我的章鱼哥、哎、不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，你放开我，你不放开我，你要知道我和你是阿拉伯人，我们印肤色是相同的，哎，那行了，我不是阿拉伯人，我是假扮，行了吧，我不是，放开我、哎、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，哎，这年头真的是出来装一个阿拉伯人，你们知道有多不容易吗？现在的小姑娘也真的都是，你能帮我弹个伴奏吗？特别的执着，弹个伴奏也不行吗？那我给100块钱你好不好？100块钱帮我弹个伴奏，给你，哼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台上其实也没干什么嘛，哎。